W221 原车内饰升级，仅需26,800元，整车内饰包覆，车顶棚包覆，全车塑料件翻新 ，ABC 柱后台板包覆，更换新款安全带，更换新款方向盘，方向盘多款选择，老旧的出风口升级为新款涡轮出风口，整车桃木配件可升级碳纤维，钢琴黑款式，内饰质保三年，质保三年。内饰颜色、款式、风格免费私人定制，不收取任何设计费。鹰眼奔驰后排沥青老化发臭，亦为免费清理维护。沈阳刘永豪车会为广大车友谋福利，打造全国最低价，只赚微薄的利润，绝不黑心。原车内饰升级仅需26,800元 ，W221升级 W322， 外观价格与内饰一样，26,800元。稍后陆续更新 W223 外观和内饰价格，绝对把价格砍到最低，为广大车友谋福利。